他嘴大嘴，你是一个僵尸，那么你一定对僵尸很了解吧？哦，还行，一般般啦。当然，你要问我他们的小秘密的话，那我还是不知道的。这个老大就是逊了，真的太逊了。我就想问问你，你可以通过一个角认出这是什么僵尸吗？嗯，我肯定能认出来呀，也不是简简单单嘛。那我们就来试试喽。一个是这个僵尸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条鞋子粉粉嫩嫩的，一看就是那个油漆工。Bingo， 答对了，他就是铁桶僵尸。切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小鬼头说的早而已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僵尸吧。这个红白色的运动鞋不就是撑杆僵尸吗？僵尸里面的运动健将谁不认识呢？哟，没想到大军你就看出来了呀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这个僵尸我猜你绝对看不出来的。这熟悉的感觉，这不就是普通僵尸吗？嘿嘿，当然不是普通僵尸，大姐你猜错了。顺带再提醒你一下，也不是路障僵尸。这也不是路障僵尸的话，那我也想不出来是啥僵尸了。靠，看不出来了。两个菜鸡，这个就是垃圾桶僵尸。但是没有垃圾桶。一个字，绝。下一个僵尸，这个很简单呀，这么炫酷的一双鞋子肯定就是武王僵尸的。恭喜小鬼头又答对了，这大嘴就是炫了。我不服，小鬼头嘴巴比较快而已，我也看出来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来猜猜这个僵尸吧。小鬼头你别说话了咯。这个充满高科技的鞋子，我猜是 Z 科技射线僵尸。恭喜大嘴，你又猜错了。傻瓜老大，这个明明是 Z 科技传送僵尸，你没有看到旁边的线吗？这个大嘴就是线了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猜下这僵尸吧。哇，好丑的鞋子呀。哎，不对，这不是鞋子，这应该是脚吧，绿色的脚。乌龟骑手僵尸，终于猜对了呀！大嘴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猜出来了吗？